要40多年才能长成，而一片森林更需要在大自然精心配比的环境里千百年才能形成。我们莫愁园林就跟一棵小树一样，刚开始生长，我们获得投资以后，急需一位有风险意识的 CMO。所以你是来邀请我跳槽的？对，正式邀请。那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放弃一个红圈律所，加入一个创业公司呢？创业公司的生命力除了赚钱，更在于解决问题。我们公司的第一版尽调报告就是你做的，我们的苗圃和试验田，我们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愿景你门清。那是你们邀请我的原因，不是让我心动的条件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从3月开始，路边的山涛泡桐，5月份23环隔离带里的月季，10月天坛的菊花。冬天办公室里插着的腊梅，北京城里你处处看到的景观都跟我们有关。从市政园林到小区景观，再到家家户户的花园阳台，每一处风景都是出自园林人之手。加入我们，你可以一起创作属于你的、属于北京城的风景。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一条创业之路，也是一条寻美之路。这个工作听你这么一描述，确实是挺吸引人的。最吸引人的我还没说呢。我们公司虽然小，但我们有一片自己的试验田，将来还会购买自己的苗圃。你喜欢什么花，每天早晨坐进办公室里的时候，就会收到什么。那很吸引人啊，是吧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你之前进金达的时候，想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？如果答案是经营律师，那我就不继续了。那我的答案还真是经营律师，不过你可以继续。那我就再给你提供另外一个选项。自由和价值。一棵树是被自己养大的，它会给别人带来一抹绿色，也会给这个世界提供氧气。宁佳，我们公司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，另外80%的创业公司都活不过3年，所以我希望你立马就来，也希望你慎重考虑。新磊，债权银行认可企业兼并的书面意见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盯紧了啊！知道了，穆佳。你负责那个企业兼并的可行性报告。好的，小飞，你把这个会议记录整理一下给我。好，散会。哼，发什么呆呢？给资料。好，谢谢。我在想，10年之后的林家什么样？10年之后的你，那肯定跟吴律师一样啊，在我们眼里光鲜亮丽，衣食无忧，生活体面。但是呢，实际上每天都在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10年之后你也这样。恭喜啊！哎呦，有我了，兄弟啊！厉害厉害！这么多年没白熬。穆佳，快来，名单上有你的名字。哇！恭喜啊，穆佳！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！比我们强多了。哎，叫你。比穆佳，我先过去。来我这一趟。您找我？我要恭喜你啊！谢谢。跟两个学霸竞争，压力大不大？这出了学校就不存在学霸了吧？对，就应该有这份自信。对于合伙人的考核呢，是全方位的、立体式的。负责考核你的那个人事部的人是学体育出身的，所以他会大早上拉你起来去跑步。老板呢，有可能会大半夜的给你打电话，跟你聊聊业务啊，谈谈当事人啊，然后把最难的任务交给你做。总而言之吧，
反正这次考核肯定是全方位立体式的考核你的脑力、体力还有抗压能力。多多啊，你